乐心，阁下所弹之琴与琴上的笔，属于音乐剧作家相同。哈，锐利的眼神与技艺，无愧风飞主人美名。这点与天骄有姻缘的练习生，由于音乐剧作家处处相似，方丁说是何人推论，阁下便是地名呢？自东林北海灵鸟之阵，滚涛溪梁击败魔术，迄今一人所在，哈，是我幽灵啊！哦，原来你竟是击败魔术的地名。